复兴航空发生了重大的空难意外，而今天呢，你会发现在四大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道歉跟哀悼文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里头呢是承诺会负最大的责任，而且呢，复兴航空也保证会做好善后，并且提供最优的抚恤来表达最深的道歉。好，他们也承诺会来厘清到底事件的原因是什么，深刻检讨旧责。今天在四大报纸的头版都有刊登这样的文章。